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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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hello，hello，hello。啊，好啦，今日我哋又嚟到呢一个 World League 嘅比赛，咁今日就唔系我打嘅，而系我嘅一班好朋友打。OK， 咁睇下先，咁今日咧就係由呢個香港隊啊打我哋嘅拉脱維亞隊啊，咁都非常之期待今日嘅比賽啦。而家改標題先 ，Hong Kong versus Latvia。OK， 谢谢。依家俾你扔。好啦，咁睇嚟都即将开始啦，咁已经 admin 都开始喺度讲 hello 嗰啲乜嘢啦。咁睇睇先，咁香港啊。第一個拍出嘅就係我哋嘅肥平大佬啊，咁肥平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勁嘅玩家，都元老級噶啦。咁至於呢個新聞，我都非常之期待，因為其實我記得好似之前其他比賽都打過一條叫新聞，我唔知係咪佢啦。咁但係希望雙方都打出一個好睇比賽啊。OK。咁至於琴日嗰場就 sad 少少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好 toxic 啊！呢條 DK 好 toxic， 好 toxic。播音樂先，問下播先。我冇 update 咯，先我今日翻去 update 一下啲嘢咗。一陣 update 下 ，OK。哇！彈咗問號，是 Danny 問號。好，咁第一個 band 嘅咧 ，Hello Ivan，Hello UKC，Hello。咁等陣先，第一set band 嘅就係 Tornado 同埋 Megan Lion。咁肥平 band 風啊，好大機會可能係用一個骨球啦，或者一個石頭之類咁樣嘅推進。咦 ，Hello Panda，Hello Panda。
Fender 哥 ，Fender 哥，幾時教我打試考？咁我覺得肥平應該就係咯，都係揾翻佢自己用嘅。反正其實佢平時都唔算好，我覺得佢又平時又唔用 Megan Lee。Hello Chris。好啦，第一场已经开始啦，剩下8分啫。好，上方是肥平，下方是拉脱维亚的心魂啊。咁心魂先受一个 minor， 佢唔系一个唔安全嘅，但系既然前方都 ban 咗，咁都冇嘢怕啦。肥平咧就一个王子嚟，但系原来系一个巨人啊！心魂会唔会系一个大皮卡咧？好似唔系，应该系一个当一个毒矿啦，或者系有一个嘅Warbreaker 嗰啲嘢都唔定嘅。咁呢个小电话非常之直接解咗只电法。呢一只王子有冇机会突塔啊？哇！阿肥平再跟多个蝙蝠，但系呢个蝙蝠稍微有啲多咗呢个骑士成功全部弹咗手，伤害呢个骑士真系弹咗唔少伤害啊！新闻会唔会再交一个矿工嚟进攻咧？系冇啊，咁因为其实都即系虽然系平废啦，咁但系其实都比较蚀底少。肥平呢个仲有个 mini， 会唔会再嚟多个骨照啊？我谂就唔太会嘅，但系电法系电法，咁就可以顶埋一个矿工。新闻好似比较求稳少少啊！我可以讀嘅呢支火槍都冇讀到好穩，好似係好穩，即係我唔明點解要咁穩啊！咁新聞一個抗高，哇！呢、這、一個火槍一撇兩下爽。Hello， 瓜小西 ，Hello。好，肥平再吉一個王子過嚟。哇！真係一個 Warbreaker 啊！咁但係肥平直接唔解啦！哇！呢只可以可惜冇直接吉落只電炮，但係呢啲嘅 Skeleton 都已經成功 out 到差唔多300血啦。咁睇睇肥平，其實佢而家嘅手牌並唔係太好解呢一波啊，因為佢被逼係用咗啲火槍嚟解，但係呢啲火槍都食到殘血㗎啦。咁肥平居然都冇得補，咁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嘅就係一個沉底嘅個人，仲頂埋一個礦工，但係呢一個就～冇快递，咁呢一波肥平就好赚啦。咁肥平系沉底一个王子，咁呢只电法表示无奈，点解要承受啲咁样嘅痛楚？咁但系呢一个火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一个嘅 Scanner Army 系更加好少少，即系如果系喺手牌度啦。咁新闻佢应该仲有一个法术嘅系一个火球，咁嗰个掉咗落去啦。咁肥平其实可以再做一波个人嘅清水仲得。但肥平好似系想考虑用一个矿工嚟磨一，咁呢个电话倒咗喺前面，非常之可惜啊！一个面呢个 skeleton 真系耐佢唔磨，呢啲蝙蝠都耐佢唔磨，心谂呢啲肥平太一直喺度用呢啲嘢嚟赚费，而且嗰只王子都非常之难解，即基本上跟喺后排基本上都唔会死啊！咁直接一个 warbreaker 解咗呢两只嘅warbreaker 三五。肥平用咗一个王者加一吉骑士，再做一波推进。如果再加埋矿工呢一波，基本上可以话系 GG 噶啦。我再一个 view 落嚟，但系呢个 view 都唔系好高。但系呢个其实非常之成功 re-aggro 到呢只嘅矿工啦。再交一只电法，好勉强咁解到。但系肥平其实呢一波血线都越嚟越低啊。但系呢个。Skinner Army 都话非常之肥平，可以再沉底波个人嘢，再吉一吉个王子都仲得啊！咁新闻会唔会考虑一波 Warbreakers 嘅推进呢？唔得个 Will 再加一个 Warbreakers， 呢两个 Warbreakers 直接俾一个小点罚起。咁肥平呢个矿工如果话后点，基本上系好难解嘅。肥平，再交一个火球，哇！呢、這个其实捉到，但系再用交一个火球，第一只电法成功 re-arrow 咗。但系呢一只王子有冇机会中咗个电？一个电法啱啱好先可以力保不失。但系血线嚟讲，新闻而家已经系一个非常危险一个血线，肥平而家又要好大嘅优势，同面正添。最后一个时间啱未等喺桥头嗰度，但系新闻会唔会考虑一 spam 桥头啊？唔 spam 桥头，基本上可以话 GG 一定要 spam 啦。
黎明再跟一个矿工火球，但系呢个矿工已经连续三次高个位成功俾新闻捉到。黎明呢波有少少危险啊！新闻呢边亦都交一个火球，而家黎明嘅血线剩翻五百几，但黎明基本上一两个法术就可以收噶。但黎明亦都交咗个小电出嚟，咁暂时未有得收嗰只。黎明可以矿工再交火球噶啦。哇、哦！恭喜黎明呢边先啊，下一个。我覺得肥平卡座係克制嘅，卡座係克制嘅，就係、是、嗰兩個 swarm card 好難解啦，即係新聞好難解。咁一直喺度攞一直喺度賺，一直喺度賺，咁賺下賺下咁就下咗，而且佢嗰個王子啦都難解，佢一隻王子真係即係你騎士你交咗落去隻王子度，咁你抗攻點算咧？電快你又直接一個火球飛埋嚟。太難受了，真係卡做有優勢咯，只可以講。但係其實後屘新聞佢都開始追得翻血量，黎明都有少少失誤嘅其實。好啦，蘋果而家蘋果係佢嘅 match point 啦，有冇機會先為港隊拿第一局呢？兩邊都發咗個嘅 good luck。好，新聞一個 Mota 咁多數都係一個火槍骨球噶啦。地平咧，呢、這個係乜嘢咧？骨龍會唔會係一個九球啊？即如果整體牌面嚟講，應該係一個九球啦。咁但係可唔可以估下係咩？地平嗰度，地平成日玩假卡做喎，好難估喎。哎，真係尖球，咁係我諗多咗啦。我想多咗，对唔住。新闻呢边尝试一个事，那你新闻可以解释？我不懂，我不懂，系吧？我不懂。肥平呢个 set 系。我冇留意到，頭先我揀過，對唔住。有問下講頭先發生咗咩事，我冇留意到。好，咁而家血量上嚟講，肥平嘅優勢其實咁啊，都好打嘅，但係主要係睇新聞佢嘅 Mota 嘅控線能力如何，控得好基本上。黎明都難入嘅，但係其實新聞佢講真，你攻嘅話一個 barbarians 同埋骨龍已經令到佢足夠難受，但係唔知火球喺邊度。跟住呢隻大蚊其實都非常之難解。咁肥平即係要穩扎穩打咯。新聞就一直要騷擾，反正話肥平哇哇呢、這個手速有啲快。好，肥平可以沉底一波天狗啊！騎士嗰度，咦，選擇咗係一個Tombstone 嘅，會新聞會唔會攞一個嘅Scamper 咧？但好似係冇嘅。咁新聞再落多個 Spear Goblin， 其實呢邊都堆到唔少嘅單位喎。新聞呢波係有機啊！新聞呢波真係有機。好，咁而家兩邊就都喺度，好類似喺度試探緊啦。再一支 musky， 呢支 musky 好難受，肥平直接一個火球打兩槍。新聞再一個 motor 得勢不饒人啊！肥平最尾嗰張係乜嘢？唔會帶咗 bank 卡啊？應該就唔會嘅，應該帶氣球啦。咁但係如果佢氣球基本上其實佢落嘅時機有好多，其實可以係早啲落。一個火球掟埋嚟 ，Mota 成功射到，應該就。一下咁肥平呢一波係咪考慮做呢一波完整嘅天狗燈？但係呢個 step 爭少少喎，
咩鬼面啊？冇機會翻屋企啊！哇，翻咗屋企啊！真係喎，哇！但係呢啲 skeleton 有冇嘢解啊？啲 skeleton， 哇！即係我覺得新聞係 deck 係比較克制嘅，但係肥平唔算打得好。肥平要做嘅就係、組織到一波啊嘛，即係如果你組織到一波千九加氣球，基本上佢就係得 Musky， 跟住就係 Mota 去拉。咁你只要求其揾啲嘢去預判 Mota， 跟住火球小點解 Musky 基本上都氣球都好大機率入塔咯。好啦，咁而家第一個 like 已經打到1-1啦，咁邊個贏下令？下一局就可以為自己的隊伍先奪頭籌啊！紅心文已經拍起咗啦，而家等嘅就係肥平入 set。好。Black One 嘅 Game B 已經開始咗啦，下方新聞上方肥平新聞再度一個Skin and Barrel 肥平一個 Hunter 咁樣極度懷疑，其實呢個 Hunter 唔係普通嘅 Hunter deck 而係一個佢自創嘅。咁但係呢一個就咁睇嚟就俾個試三槍啦。咁我唔知肥平會唔會玩假卡咗嘅，因為佢點講咧？如果佢有乖乖咁多都係三槍啦，咁呢個三槍豬打 Mota 有啲難受，有啲難受。呢、這個 Mota 直接分槍，好 aggressive 啊！咁呢個 Mota 射兩嘢啦。好，新聞亦都沉底咗一支嘅火槍，肥平會唔會選擇分豬再加血屎啊？我選擇嘅係3-1分豬，咁呢一個嘅 Skeleton Barrel 俾咗一個好嘅空間俾肥平，唔係攞只天使，但係呢粒天使並唔係攞上之後一個預判嘅滾筒粒，依係好嘅，但係咁樣反而令到自己有啲虧費，咁肥平呢波只可以兩路一齊賣血啦。咁肥平就係點講咧？新聞就一直去 Skelly Bell 推進嘅，就會被 Hunter 食。咁佢一落咗 Mota 嘅話咧，肥平就基本上好大機率都會分槍啦。咁呢個 Mota 冇補到，試下有冇機會打死佢啊？係冇嘅。新聞會唔會頂一頂嘢咧？頂咗個嘅 S， 肥平一個 Hunter 解。哇！呢、這個 Hills 有少少遲，咁但係。肥平滾筒轉啊嘛，應該轉到四，睇使咗四張有啊。咁肥平係可以分槍噶啦。新聞會唔會考慮一粒火球抌埋佢咩？因為其實新聞佢而家抌乜嘢都好啦，火槍乜都食曬啊。因為佢全部都係啲咁樣嘅嘢細 s h 真係講真就係有乜食乜。這個滾木滾咗空氣，嘩太尷尬了這條滾木，嘩好尷尬。兩盒殘血啦，兩盒殘血未爆住的。咁我肥平有沒有斬手？應該會有粒火球啦，但如果有火球其實應該要現在扔，除非他想扔我有高上兩支槍來吃。嘩尷尬，好，肥平再一波分槍，呢一波難解少少啦，食咗300血，肥平繼續分豬，再一個 Goblin Gang， 肥平難受喎，肥平有冇機會啊？肥平一個 Bandit。哇！俾你去咗左手邊，有機會直接 lock on 啊！哇！難受難受啊！要入蛋殺，入蛋殺！恭喜新聞拿下第一局。肥平後尾處理有少少問題喎。佢前期係壓住嚟打嘅，尤其是個新聞佢
一個空氣滾木。其實佢嗰波已經打到兩咗，差唔多七八嘅情況之下，佢繼續慢慢分槍，基本上冇乜問題。但係後屘唔知發生咗啲咩事，跟住突然間就唔穩，啊，好可惜，好可惜。睇睇佢最後一張係乜嘢先？嚇，冚基本上一定要落嘅喎，冚落咗無解喎。你冚放塔後，新聞佢完全冇㗎，最多落火球咯。咁佢火球嘅你咪可以三槍個咯噃，係要落冚，要落冚。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由阿新聞打 Flash 啊，咁啊 Flash 就我就唔係睇，因為佢哋新成員啦。好 ，ban 嘅係 Musky 同埋 Hill Spirit 啊。咁火槍同埋 Hill 屎被 ban。有咩 dead 咧？豬基本上就冇噶啦，咁冇咗火槍，冇轟屎，可以考慮一個龍騎士武員啦，可以考慮一個，其實冇咗 Musky 可以揾皮卡取嘅，講真，可以揾，冇咗火槍，其實火槍真係太萬能啦，再嚟講。即係佢乜都關佢事啦，好似。乜都有佢份，所以冇得特別去講冇咗 Musky 咁樣，冇咩卡咗，咁冇咗 Hughes 就冇咗三槍啦，冇咗黃巨啊，黃巨都係有機會嘅，但係，喂，你冇理由攞粒冰屎去討論替代佢啊嘛。咁喺度提醒一下，其實就係雙方一大入 bank 卡，就算你出唔出都好，都係算輸嘅，應該就。好 ，Fresh 一個沉底礦工去解呢條 BB 龍。好，咁 Fresh 應該係一個天狗啦，心雲都係一個天狗，有個骨龍，有一個火球，呢個真係爽歪歪，補擲到飛機，但都可以咁。話呢個嘅飛機有冇機會被殺呢？係生存嘅，但心雲都可以殺一個龍寶，直接係殺係擔咗飛機先嘅。咁 Flash 呢邊要點樣進攻呢？跟咗個 Miner， 呢個 Falcon 冇被捉到。
我入咗雙倍啦，新聞可以尋第一波天狗嘅 ，Fresh 只可以無奈尋落咗一個 Sam， 真係無奈之舉。咁呢隻飛機基本上你唔掉火球佢係解唔到噶啦，咁所以其實就係你骨龍同飛機一定要分開擺咯，如果唔係一個火球就好蝕咯。咁但係咁樣掉咗埋去，就基本上就塔就可以講拜拜啦。誒，但係呢波儲到雙飛機係有機會，係有機會嘅，仲有個盾骨。呢隻 Valkyrie 都難受啊！新聞跟埋一個氣球，基本上就誒好穩啦，直接落咗個掉龍，再做啲多波嘅天狗氣球進攻，基本上就可以講定 GG 噶啦。好，一個 Skeleton Dragon 上司但係氣球長區直入。好，我哋恭喜新聞繼續佢嘅勝利啊！而家係新聞贏 match point 咁，唔係咁另外叻就可以贏咗第二個叻，咁拉脱維亞應該就好大優勢。先手滾筒，新聞背景有滾筒，這個滾筒滾得非常之靚噶。咁新聞陳第一個龍寶 ，Fresh 都一個電化對牌 ，Fresh 冇機會，係一個礦工落嚟流咧。Goblin K 墓園，可能係一個墓園內戰。有冇机会直接崩？渔夫咁睇嚟系一个黄具咯。诶，咁呢个兵法直接被飞龙宝一句我全都要，哇！直接一个大电落嚟，但系其实费用唔算争得太远啦，但系新闻系可以崩一波啊！你不崩 Fresh 点解？电发滚筒其实都解得都算冷静嘅，我觉得都唔错解得。Rip 5% left， I serious。So maybe he will be disconnected in the following matches. Maybe. Okay, Fresh 沉底咗一個黃具去做一波嘅推進啦。咁Flash 嗰啲可以帶電，可以帶電。
帶電直接 pack 落去嗰個 man case 就舒服噶。咁但係睇嚟係想帶電留翻下一波再用。咁新聞一個旋風啊，呢篇新聞有機會直接冒完一波。咁其實 finish 咗呢只龍寶，我覺得佢解一個嘅冒完嗰個效果可能會好啲噶。可以黃佢一波吧，咁呢只龍寶會唔會太舒服 ？Fresh 可能要問少少咁長算啦。咁呢波係可以沉底黃佢嘅，咁新聞呢一波就係可以嚟一個搶節奏啦。是没有去抢节奏的，是选择这一波守住先。咁这只电法就直接被解，这条龙宝都冇埋啦。Fresh 唔好漏水啊 ，Fresh 唔好漏水啊！唔好漏水啊 ，Fresh 哥，哥别这样，唔差。哇！直接爆炸咧，我冇，做咩漏水呀、啊？即系唔中意见到人漏水，讲真自己，即系见到澳门队啲人漏水，死我唔好漏水啊！好啦，咁今日说时事，说时事那时快，直接拿下两局啊！直接拿下兩個 Lex， 我拉脫話已經2-0香港隊啦，咁跟住落嚟上場嘅咧就係、Ivan 哥，咁 Ivan 我唔知點解會放落咁。Ivan 我自己會 prefer 放佢前啲，因為以前我同佢做過隊友啦，咁我習慣會將佢放前，因為其實佢嗰個壓力嘅實力係冇阿飛平嚟得咁好嘅，我自己覺得啦。OK，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係佢都有勁度嘅，即係佢都即係佢壓力其實能力打咗一個 GKR 都有。但是这一场就好像是看成绩表了嘛。好 ,Iris 守 Ban Graveyard。新聞會不會沒電啊？我嚇親我，仲沒電添。飲啖水先。燈神出現了，燈神，燈神加好神，睇下佢燈成點先啫。有 Ivan 手出野豬，新聞又係 Ota， 有冇激激活到啊？爭少少好好，但係激活到基本上，可惜。
哇！呢粒火球炸肥晒。咁但系而家 iPhone 还是水量优势，唔系水量优势。咁但系都只可以过碌木，都冇乜嘢可以做。两边一齐过滚木，进入垃圾时间。好，咁一个 scary building 就一个蛋塔啦，一个蛋塔。跟住咁 iPhone 可以考虑一波猪加地上。但系呢支火槍應該可以，我覺得同路走好啲喎，即係一個 EQ 去震，去震呢個火槍加 Mobuta 可能會比較賺少少。哇！呢、這個預判滾木，哇！騎士被斬死咗 ，Ivan 好快咁反應補翻一條木，先至力保不失。咁應該一個雪球嚟噶，哇 ！Ivan 呢個 Goblin 嘅點解？點解？咁一個 Skeleton 嚟噶，咁呢個會執三下 ，A 執下啫。我會覺得50-50啦，咁樣出。即系我唔知点解 Muta 系好多时候会赢到啊！我自己都唔点解会赢到，我都觉得好神奇嘅，但系赢到，我唔知点解。即系我猪，我成日会输呢个 match 咯，我好担心。哇！呢啲 Musky， 哇 ！Ivan， 呢个 skin 攞得好，佢再嚟一个 Muta， 其实我系可以猪去拆嘅。豬加地震去拆，基本上都唔會太蝕。咁Ivan 再呢波要守小心啲守咯。呢個滾木啦非常之靚。咁 Ivan 亦都落咗個炸彈塔出嚟，再勾多條木帶。其實説實話，事發 Ivan 有血量優勢。其實新聞一直打同路呢個決定係咪唔係太明智咧？因為其實佢繼續同路嘅話，佢只係會被 Ivan 繼續喺度撐到一啲嘅地震傷害出嚟。好啦，咁 Ivan 呢一波基本上手都冇乜問題嘅，呢個 Spirit 直接俾火槍手當經驗寶寶咁用啊！好 ，Ivan 再槍對槍，新聞直接一個火球，哇！呢個火球會落得靚得滯，但係一個 Mota 去解咁，但係呢個 EQ 落非常之靚啊！新聞嘅血線已經爭咗成700啊！新聞。如果下即如果佢冇 iPhone 冇乜失誤嘅情況之下，新聞基本都幾難受嚇，真心 iPhone 再一波豬，再交埋地震，呢個地震震得真係太靚啦 ！Oh man， 住再一個預判滾木，新聞都最後一秒嘅滾木先至成功解到呢波，咁 iPhone 再一個火槍，咁即係其實新聞佢就算係有一個火球都好，佢都係。繼續係落啦，因為其實佢就算火球到佢都冇用，佢都唔係可以直接秒殺到，即係佢都要補多個滾木咯。所以其實就係一直喺度賺，一直喺度賺。好啦 ，Ivan 再增埋落去，基本上恭喜 Ivan 拿下第一局啊！好，咁跟住入嚟咧，就系由阿森文 Ivan 嘅赛点有冇机会咧 ？Ivan 终止一下佢嘅连胜。而家等嘅系阿森文 request， 森文其实
可能緊張啲，即係見 Ivan 來勢洶洶。冇 battery 又唔開心，應該係冇 battery 啊！好，佢係冇 battery 嘅。咁恭喜 Ivan 哥，Rip， Well， he was doing great in the last 2 legs， yeah。Yeah, he did really well actually. Because, as I know, Fatping and Flash, they are both good. Actually. Yeah. Huh? What? Wait. Am I 有啲嘢錯咗？是不是有些东西错了？中吧，你哋慢慢講。問好咗，果然係 WLL 嘅 Andy。果然係。咦？帶咗 bank 卡唔用係冇事嗰個。我 Ivan 算是2-0啦，呢 set 咁，跟住落嚟佢要面對嘅係阿 Web 啊，睇睇阿 Web 佢嘅資料先。Web
哇，二十四。最高杯是7600，有点恐怖。好啦， Ivan 继续 ban 是他的一生之敌 Graveyard。咁睇下 Web 会 ban 乜嘢先。Bomb Tower。應該就是想看翻捉翻上一局 Ivan 的快豬啦，咁但其實 Ivan 佢好多 deck 都唔用 bomb tower 嚟講，講真。但係多數都係一啲比較中低費嘅 deck。咩佢嚟佢得呢幾手啊？可唔可以播其他歌啊？一定係我歌加得唔夠多，可以加多啲。好 ，Ivan， 你碌木碌得太快了吧？iPhone 黃巨 Web 可能是一個黃豬吧。咦，他們 ban 了什麼 Graveyard 和 Bomb Tower。 有一個 Muskel 是一個武器，再跟咦，似 iPhone 應該是一個氣球。欸，這個滾木樓非常之靚，這支火槍吃到很多彈，而且有沒有機會落到個氣球再加個礦工啊？好像沒有礦工咁啦，其實 Ivan 這波如果有彈會好多，我覺得沒彈咋。咦，礦工不落呢？為什麼不落礦工呢？為什麼呢？好，咁 Web 這邊用一個旋風解咗呢波嘅礦工加 Scaly， 喺份滾木滾埋出嚟啊！可能我呢個 set 之後我要食米，太夜啊！咁睇啊先，要食米。好 ，Ivan 呢啲火槍都放中間食兩邊啦。誒，有一個雪球咯，非常之靚。Ivan 呢波難解，呢波難解。哇！而家太好了吧！iPhone 一個裸球直接被 Web 的一個 Skeleton 吃曬。iPhone 呢一波就咁睇有少少危啊，好危啊，好危啊呢啲。哇！但係我會唔會守得太好啊？黐線 ！What the？ 哇！真係我冇得講，冇得講，太強。守得我咁不用咗个旋风去吸走，其实对 iPhone 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咁样佢支火车基本上就无敌噶啦，即系只要唔好即系无啦啦个 Sparky 射埋咗塔，射埋啲乜事，因为就冇乜事。啊哇！呢一波呢波有啲危。系 ，iPhone 亏都系啲严重伤。其实我觉得
我是覺得冰人加氣球換腦好啲咯。我自己是覺得咁樣換腦咯，嗰啲。好，阿劍，呢度有個旋風啊！哇，難受。Ivan， 我唔明點解一直攞球。講真，哦，布斯很毒。哇，呢邊兩個大狀況一次食曬，哇！一次滿足你三個願望。喂，帝，呢支火槍。你波，你波，你波，哇！直接被食啊，陰你個攻。狂喺度 spam 啊！哇，好啊！阿平俾太多機會，唔應該輸，唔應該輸。俾機會，俾機會。佢，我覺得只要你唔攞球，你冰人加氣球，基本上點都入去啦。你一直攞球，佢咁樣就一直食。你點都點都賺嘅，好啦 ，Ivan， 我顶住压力。如果 Ivan 顶唔到压力嘅话 ，Panda 有啲难受。Panda 有啲人串。不过着得就好，着好。好，直接沉底石球。iPhone 一個桶，哇 ！Web 呢度擺明就係玩死你。iPhone 冇個敵手，哇！舒服，舒服。咁 Web 應該就係玩空啦。咁。哇！玩大啲咁乜機 ？What the hell！ 哇！冇諗過。係啊，其實係可以爆塔噶。iPhone 佢唔好似好猶豫嘅 feel 咯，我唔理解。跟住後屘，其實佢防守玩得好好嘅，係就係攞球同埋最後屘嗰波火槍未食咯。因为其实佢最紧要就系气球，佢呃到个旋风，跟住你气球呃到个旋风，咁你就可以火枪可以无限食啊嘛。咁但系佢攞球，佢一个 skeleton 一个 skeleton dragon 都食晒咯，佢连旋风都唔使交。话呢个 goblin golem bro 有啲咩？有啲咩啊？呢条骨龙点解？有一个对角。我再用一個滾木，咁基本上 Ivan 呢個都十難九穩噶啦。仲最緊張嘅一個王子問號，咁好玩嘅咩？而家真係啊！好，咁 Web 而家嘗試緊另一波，仲有一波，有冇一個火箭全部食曬佢啊？用火箭直接走。咁可以恭喜 Ivan 拿下第二個。
桶黑石頭嘅，桶黑石頭。好，呢個係啱啱先對戰雙方嘅卡組。OK， 阿體賽我哋唔贏。系，好彩唔系 clone， 系 clone 嘅话好难打。佢冇雪球嗰啲嘢，即系佢最多一个 skeleton bro 去挡。skeleton bro 即系 skeleton bro， 他食到几多，但系都好难解。好啦，而家好似阿 Webson 慎重考虑紧。有，我冇留意，我留意合拍，其實好少留意合拍。合拍佢都係勁嘅，有啲，但係近排就咁咩咯。梗係啦，阿騰邊穿到啦。iPhone will lose，iPhone will lose，iPhone will lose。我哋一齊儲氣 ，iPhone will lose。日本真係。有創意嘅 cut 咗嗰方面，好似嘉豪，你係咪要伸手一下過兩分鐘啊？係拗就快啲拗啦！佢發起咗就尷尬。會唔會好 PK？ 反正偏袒。咦？原來我冇睇到，仲不 OK？ 對唔住 ，my fault，my fault，sorry。Sorry， 我錯 ，sorry， 幾時開咗㗎？點睇啊？的老師，我哋四倍速睇一睇呢套，都睇四倍速。哇！直接水人一波。呢波其實守得唔錯，傷咗，哇！一個狂暴地入龍嚟守，會唔會係咁？但係講真，後期 iPhone 好難守啊，即係你電龍一補一被天使補嘅情況之下，基本上就無解。而家到咗嘅係香港最後一個人啦 ，Panda。
我 Bomb Tower Sparky 啊，嗱，我唔講啦，我咩都唔講啦，嗱，我齋睇就算啦，你哋慢慢。好啦，咁多谢大家收睇，想睇继续睇啦。咁跟住我唔同上集睇就算啦。好嘅。
咁好，好啦，咁听就继续落紧啦，房屋咁，乜落咗？啊，你粒飘屎奶唔奶得起？奶得起，但系呢个大不了跌紧啦，佢哋话少少。后 plan 就继续分推一个嘅 scary dragon。咁呢個墓園聽下個粉筒，咁聽下係一個黃豬啦，咁黃豬落咗係一個 wheel， 但係並不是太久，好似一個火球掉咗落去。好，一個 musky 斬。当一死斩唔死，要补多个滚筒比较合适。咁呢啲嘅 by balance 就俾呢啲火枪全部食晒。咁 Panda 可以继续喐嘅 ，Panda 听嗱是要急啊！呢度可唔可以接火球抌落去？我现在抌火球，咁屈系毒药磨一磨血 ，Panda 继续起喐。听啦，系唔第一骨龙会系嚟打一波黄猪咧？我猪猪嚟咗 ，whip 一个 wheel 落咗啦，你再加 wheel 是听大嘅猪去进攻，但系其实猪线已经被阿 whip 一直喺度用毒药磨咗，听大要加把劲。一個嘅，呢一波 Panda 係有機會嘅，不過出現前，好咁我哋可以恭喜 Panda 拿下嘅品牌。哇，沙太好，冇得講，冇得講。跟住落嚟 ，Panda 要打嘅係 No Fun，No Fun，No Fun 呢度 ，No Fun， 咁佢係用緊黃具啦，咁佢最高城牆係18 ，Max 變18，啊！He just took down Ivan. So I won't say he's a garbage. Really, he's green. 唔想喎，唔想 face green. Too ugly.I knew that. 哇，哦，
Why not the their main accounts, as I know? Indeed. Tornado. We have the. I also want this one is what? Can you help me check it out? Oh, you see. Oh, he is a. Oh, he is their team player. Their bank is Nadal, right? Nadal is what? I forgot. I haven't updated it. Under 啦，下一拍，但系 no 分呢一波，一换一嘅话 no 分佢叫佢有冇比较太大优势啊？哇！呢一波，哇！好痛，好痛，好痛，被逼交啦，条木，自己一个 L 射啦。接中置一個 scan army， 一粒 heals 解咗之火槍，佢一個一塞落去 flash 完之靚，再用一個 RG 但係一個 mini packer 嘅火槍吸咗佢，冇辦法跨越一個防線。高分可以嚟一波巨人再中置埋一個 scan army， 但係佢好似冇啦，咁樣有冇係諗住直接取三冠？我操！真啊！上次直接拉走，再交一條滾木。哇！拿住啊！哦 my， 嚟到拉脱维亚嘅赛点啦！我估 Panda 可能會用地震珠啦，我諗。係咯，我覺得多數地震珠。
估到晒，估到了，猜到了。哇！你谂飘纸？哇！冇嘢好讲。哇！心。心脏局有时候心态真的会影响到操作。电车50/50/50/50，哦、oh, shit！ 哇！rip rip！ 我觉得换脑嗰波又唔错，佢换脑换得冇错啊，但系。我覺得其實是不是應該守了波電車再攻會好一點呢？好了，今天直播去到這裡了。